这版本小炮还是削了的小炮。右边清嘴了，哎，金嘴儿火男只能被干，派个兵，你就扭吧。哦呦，还真给他扭掉了，扭了半天。我骚猪屁股巨能扭。干嘛，小布？那个塔皮，哎，怎么说？想越，想越，都全拿来兄弟们，就准备先砍，但准备还没猪皮，我走，回头打乒乓球，我空中。哎呦，怎么的处理？不是，刚刚武器是不是空中越两个？刚才这空中。对。老战的处理，能赶过去吗？火蓝，他没视角，只能绕路。哎，老战被逮了，蹲。我感觉到了吗？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喂，有感觉没用。哇，国华这把真难受，他这个 BO3 不，这波只能提前叫人啊，这波不叫人就死啊。老干爹报仇，怎么说？先杀谁？泽利开电，带电交闪电，你闪我也闪，大家一起闪。泽利，快快杀完回去帮忙了。哎，哎，人头还是惊觉的，我操！怎么说？谁吃这个头，还是烧夜吃了？这没道理啊！连续五把风龙的概率得有多低啊？对，有没有老实人算一下？六分之一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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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分之一。哎，发毛，不惊觉。哎，输出八个了，这不很难的呀？六连五连风龙环，对啊，很难啊！哎，金爵没闪了，刚闪连只能指为人。怎么说？我来了 TP， 这是谁的拉额？怎么说？小拉额，火男也要倒。先找谁呢？火男死之前把技能全放，纳尔上来，这交闪上来打，飞动还没打出来，攻速泥塑没烫死，爆炸！哎呦，直接来，直接来，要秒，差一点伤害。小虎从后面出来给释爆，哎呦，哇，被戏耍他们。又来欺负金甲了，来吧，你就弄他吧，找他给完你压力之后你就爆了。哎，交闪在往后拉，还操还操，做不到，经历了拖了很久了，他已经闪现给大家弹，赶紧走开。泽利有闪的，天天地 back up now。 哦，闪了个闪可以结束到了、okay、那一起二换二能稍微再拖一下。哎，金甲还有大的，刚刚省下来的大减速一下。哦，闪到火脸上死了。哎，金爵没死啊？哪儿拍没拍到墙？我的发还死了。兄弟，看他走到那儿就知道。再看看那里旁边活不了，对，活不了。那个位走到那儿绝对活不了。好 ，TP 过来，打大龙，我打挺快的嘛，这阵容。打完你就金爵复活了，等级低死的多，复活快，没毛病。看正面拉尔，大拉尔给视野，落着埋伏，拿出来开人，开谁？开乒乓球，我那边大了，能拍出来吗？拉尔，骚大尔往后拉没问题。金九来了，我这个位置好，不火蓝，火蓝爆炸，等一下，爆炸，要翻，兄弟真要翻，金身起来有反击风暴，小火，我没死，最后一下没死，三换三好像也挺爽的呀。金角有死，他不值钱，反正。哎，飞九踢，但是老干爹能过去吗？过去了，这交替交的是后面，插眼三千血要劈。我打完了，哎，乒乓球，哎，没闪的过不去，不敢过去。落这波，着了三个，这波老干爹要爆，结束了，火男白给了，直接哇。小炮开 kill， 奔斗还没踩到少爷的头，要五杀了。怎么说？刷个大。哎，兄弟，不要留住了连呢。哇，八把四杀呀他！哎，守住了两个人，三个人。哇，小虎。进来开了乒乓球就没了。哎，乒乓球，我乒乓球这两把网是真难受，动不了。他两把都是野区
全是对面的人，没有队友。呀嘿，哎，金角没了。哇，这么脆啊！我被拱了下来。我一点走了呗，闪现给他，有水手，他有水手，回头打，喂，哎，回头啊，对面嘛都要输了，反正那这玩什么呢，加值也没了，没了，被平推了，双射手还在射，武器要后，喂，少爷他不想跪着死，但是没用，微博机弄对面吗，弄还 A 吗？烧夜最后一波肿上去了，感觉他不肿还能杀。想提不想玩，他真不想玩了。今天感觉，今天老干爹下路被爆昏了，已经。微博技几忘记了？四杠三，干了三杠三。老干爹零杠六，那老干爹再赢也没用。对，没用了呀，跟 NIP 真倒数第一了，跟 NIP。那还玩什么？